这是当地的猪，这是当地养的，现养的，现杀的，年转的。这太厉害了！啊，这排骨杀的哪一下？嗯，这鲜的呀，现宰的，你看这个肉，现杀的猪肉，肥猪肉。这都没算啥是吗？这算八十八，不是，这个都算完账了，就他没算。他还有他，还有那个费，还有那俩费没算账，掏钱吧。十三，嗯，加不十三加八十八，101，101加四百105。100块钱吧。这大猪头可真不小啊。好家伙，20多斤。20多斤。这个还得劈开吧。劈开，劈开，咱们没有大锅呀，人家农村有那大锅行。哎，对。有那大锅也没法煮。这个煮完喽。拿大火把它劈开，煮完喽，煮完之后熏，拿炭米那什么果木一熏，熏上之后烙几张小饼，明天就好吃。对，这就是明天的菜。哦，明天的菜。对，明天2月20啊，对，要明天22了。啊，你明天要不上我家呢，你尝尝去，绝对你没吃过的味道。是是是。好吃，这得工夫儿。今天晚上就得本着半宿，明天还得半天的活儿。啊，那家伙得功夫儿，这个。得工夫儿，这吃这个就得工夫儿。时间短不行，弄不了。这猪头真大呀！这样的好吃。对，小猪头不好吃。这猪得1年多吧？对。这个小，这个猪头小，这个也不小，这个也小不了，这个也不小，这个。这个头嘴这大。那一个肥。这是半毛的。那一个好，黑门的。这是那个舌头是吧？这单寻一盘，这要单寻一盘，这肉特别瘦，真大呀！这口罩。这肉嘛，就是连头茬的，头茬的。回去看就看着了，这个得给扒了。我以为平时便宜呢，18块钱，我说的比那猪肉还贵，这就比猪肉便宜了。这要烙了饼更好。
15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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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,